类型生产事业机构安置就业。创业就业是有计划的安置农民融券加入辅导会自行创设的各类型机构工作，以安定其生活。辅导会创设的各项生产事业，从手工克难到今日企业经营，辅导农民融券积极参与各项国家建设，安定繁荣社会，促进民生乐利。开创初期设备简陋，在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下，生产事业由简陋而渐具规模，对协助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均有相当的贡献。本会所属生产事业机构全盛时期，举凡食衣住行娱乐的各行各业均有突破。本会还积极介绍退服役官兵和眷属就业。介绍就业是参照农民融券具有的专长、志趣及就业市场人力需求，成立推动小组，施以短期职技训练，推介到公司企业就业。近期则以民间企业为大力推介目标。